过去。那你妈，你妈还活着？你最近真的很不对劲，难不成你穿越了？大家好，我是乔伊。乔伊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叶子真的还有必要吗？当你想占据主动的时候，永远不要把枪递给别人，尤其是我。现在我要去做该做的事。哟，这么年轻，500万，这是谁写的？凌晨，天才呀！17年前你做过什么？需要我重复一遍吗？